给抓住点吧。微信收款6元。你明天先来这儿吗？不是，就你出门的时候，你先来这儿弄完，多凑半小，多凑你溜达的时间，你就回嘛，你就溜达回嘛。太黑了，是吧？黑不黑？明天我早点。早点出门。啊。或者你先来完事儿弄完，你再溜达也可以，一样嘛。还早点出门，早点出门你不嫌那啥太早？那你早点出门，你就出来的早了，多溜达了那就。这给了我钱了没？你看你给的吧。啊？我没走啊，我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前面。走了。前面是要给前面吗？你问他一下他行。在哪？不是看别人呀。那就走了嘛，我看见他推着车子走了。他给钱了没？给主意。看一下你的那个收款吧。十分钟，倒出十分钟啊，倒出了十分钟就走了。你先弄了再回也行，你咋就非要倒出来了？你想先溜达了是吧？哦，行，你看吧，咱也行。我感觉有点可以走了，这哈。倒十分钟就解决好多问题。起码你还有十分钟。哦，行，明天试一试。今天也有亮的了吧？哎，亮，全部都是亮。哦，那今天我晚上我回去看吧。要是有行了的话，明天还按今天的时间，不用早了。啊，这都亮。我回去看吧。后边就是15个，后边今天才有3个。哎，这后边排的这一个。你在查？后面摆的。前面。这个手机那天，那两天不是也用的这个吗？不是那两天用这个弄的也挺好的吗？那前面也。啊？那个前面也。就是后边哈，后几个。后边有15个。礼拜六、礼拜天人多一点啊。今天不回来了。回呀，给你排两个坐一会儿。
天黑了咋弄呢？不拍黑的。黑不乎乎的，弄也是白弄，不用弄了，我觉得。不能不弄。太黑了嘛，你觉得的？啊，那你考虑考虑，不着急了弄两遍，我弄掉了就算了。老师说你这五点谁五点出来、嗯、我累得不行，我也不想干那么多了，今天干上工作弄完这个就收了回呀、啊。那你手机照一下，这搜不上了，天黑了搜不上。嗯。哎，对。